2020年就要到了，同志们、朋友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2020年就要到了，我在首都北京向大家送上新年的美好祝福。神秘的朋友，今天晚上开直播吗 ？OK， 带你们商量事儿。你好，中国，这是赵西呢。我必须说，现在，在《速度与激情》中，我做很多采访，很多，所以在一个采访，我有一个错误，所有人问我，如果我可以用中文，《速度与激情》中人给我很多资讯，不好意思，再见。走，我带你，商量去。有很多家人都希望我直播。如果这条视频超过10000转发，评论区打出直播，我将在12月26日开启直播，带大家扫两圈。马斯克粉丝会已经突破了8个大群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这本马斯克唯一授权的图书，我将发送给大家，爱你们，扫两圈。